好，欢迎回到我们的新海争霸重烛之心。那么我们稍早前呢，我们打到查尔辛啊，查尔辛是这个重烛的当初啊，他们去怎么讲，让凯利根变化为人的地方啊。那因为那边的自治联盟的首都部队呢，都被我们打爆了。好，那我们还把他的最高指挥官干掉，但是最高指挥官呢，他最后请求说，就算你要杀死我，你也要放走我的部下啊！就把他部下放走了，哦，算是还有一丝人性啊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任务，看到的后续会有什么样剧情故事发展？因为真的很刺激，很想玩。PA 会玩 Four Out Four 吗？明天，明天啦，好不好？明天啦，明天我先赶快把它破一破，哦，因为我不想再演了，不然到时候可能弄我又没有那个心情打了，是不是？那很拜拜啊，OK，你要掰就掰了哈，反正等我打 Four Out Four，你只想看 Four Out Four，你等我打 Four Out Four，你再回来看啊，我不会要求你现在要跟着看，或者也不会恳求你想看就看，不想看就不要看。好，刀锋女王继续把破关。索瑞斯是虫族诞生之地，坐落于克普鲁星区的遥远彼端，至今没有人类踏足过。凯利根。你必须前往这颗古老的星球，发掘其中的秘密，取得它的力量。哦，百身兽跟飞糖哦，好像不错。然后有人说明天同学生日要用刮胡泡弄他，有什么好建议哦？我建议你可以把刮胡泡磨到他的那边，好不好？那磨到那边的时候呢，再把它给弄一弄，让他就是难以清理，那他就是永生难忘，好不好？他就会永远恨你一辈子。那你跟同学以后就不用再生日快乐了。他以后会跟你讲说你的忌日快乐。好了，大家等我一下，我喝个水啊，我喝个水。教坏人哦，我说就把他磨在他的眼睛里面啊，让他永生难忘，痛到无法自拔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玩泽瑞斯啊，已经到这个泽瑞斯星球，这边是虫族的发源地哦。虫族当初看的动画感觉就像是 Evolve 的，现在呢，虫族都变得不像虫族了，各种奇怪的进化，分裂啦，对不对？变小狗啦，还变一个奇怪的人形，然后上面下面是怪脚胶，背后还有一堆包子哦。把女同学变白虎，你也太恶心了吧！一成女生明天啦。泽瑞斯的力量呼唤你来这里。我来这里是因为想杀死蒙斯克，这些虫族能帮我摧毁克哈星。你必须让泽瑞斯重塑你，最后一战即将到来，时间不多了。我才不要！我不会沦为你那鬼预言的工具。可是。你愿意为了复仇而牺牲一切？愿意。这样就够了。泽拉图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是虫族的母星。现在我们还可以跟虚空追寻者对谈的哦，这个是泽拉图的船舰吧？为什么帮我，泽拉图？你比其他人都还更有理由恨我。萨尔纳加希望你能够重新成为虫族的领袖。我是不相信你的疯狂预言的。你相信与否无关紧要。我为了崇高的目标而行动，虽然也因此被族人仇视。少自怨自艾了，泽拉图。每个人都得坦然面对自己的决定。没错嘛，你想早打电就竞，坦然以对对。不对？长变胖变肥，找不到女朋友也不能怪人我呐、啊，对不会回对？到族人那里。接受他们的判决。我们迟早得为自己的作为付出代价，我想快轮到你了。哦，审判日。哦，不过其实因为泽拉图当初也算是，帮就被凯利根，什么东西？啊，一定啊！当初凯利根呢也算是怎么讲？就是那时候他现在在霸一的时候呢。控制泽拉图，要他去攻击这个，帮他刺杀另外一个虫群主宰的地方，就是也是一个控制他们的人呐、啊，哦，那也是威胁利诱他、哦，到时候现在还被人说他就是被神族当做是背叛者啊，
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吧，小妹妹。我正透过王虫的眼睛进行观察，这些原生虫族很有意思，他们没有老化的迹象。所有的有机体都会变老，虫族也是。不过原生虫族会吞食其他个体的原质，他们处于不断进化的状态，不会老死。除非他们被另一个原生虫族杀掉。没错，他们当中最强大的猎食者一定非常古老，而且非常危险。哦，有这么爽？你知道吃人的话就可以 无限进化，而且不会老死啊。这里就是我们的发源地。是的，虫族从这里开始最初的进化。我不喜欢这里，一无是处，查尔星比这好上太多了。话别说得太满，泽瑞斯可能比我们所见过的任何星球还要危险。看来你又要去找我们的这个了啊，找我们的阿巴瑟讲话了。你对原生虫族有什么看法？活跃、多变、有趣、杂乱、不够成功。我以为你会喜欢他们呢，他们每个个体都持续进化，成为更有效率的猎杀者。原生虫族回应环境，灵机应变，有些基因序不错，值得夺取。虫群进化有效率，谨慎成功。你讲话一定要这么的多变多变分段吗？真的是让人家很烦躁烦闷郁闷伤心，好不好？哎，你要直接过去吗？去哪里？我明天才要去。我已经回来了。哦，你回来了，还 OK 吗？还不错啊。OK 吗？哇，这是谁的大炮？我的啊。我是新的啊，所以 OK 哈。还不错啊。我明天早上十一点的时候我会到那边。好，晚上才要过去。晚上还要过去？你明天晚上要过去吗？对，因为我明天要去投奔工作。那、啊、情况怎样？还不说是指他天佑说你有空的时候再打电话给他，还在跟你讲。好好好，所以情况是乐观的。因为我现在讲话他们会吓一跳。好，没关系啦，说情况乐观嘛。如果我一开全部就要取消掉之前的钱，来观察，要在48小时。炸了炸了，而且是啊。可是那边上市也是啊，那个那他会自己回复啊？没有。没关系啊，那个再看看吧，反正至少我觉得先稳定就好了。OK 啊，明天我十一点，我早上九点会出发。好，我十一点会到。那你明天几点在？我明天在投奔，我明天。没关系，那我明天先过去。好，那我明天先过去。嗯，好了，拜拜。那你突然过来干嘛？就是跟你讲这件事啊。哦，没关系啊，你大家晚点在那个啊，晚点 call 我啊。好。啊。啊，没事啊。哎、欸，哪个买套给我？你要、啊，那这只给你啊，这只给你。你说四代？对啊。我买了。买了。对啊，我还没玩。先让我比方你。没有啦。好啊，账号借你玩。可以啊，你要买我再买一套给你啊。哦，好了，单机游戏啊，不用网络。一次玩两台啊。太累了，一次玩两台，累死了啦。我跟你讲，你一次玩两台，因为我们是兄弟哦，兄弟心有灵犀一点哦，所以你玩的时候我也会感应。你一次八七，好恶心，玩一台就好了。八七，所以你不能乱做坏事。做坏事的时候，我就老哥在做坏事。好了 ，OK 了 ，OK 了，好了，那我明天过去啊。啊 ，OK 了，辛苦了。啊你，你上次回先回家嘛，还是要先回那个？好，开车开慢一点。好啦，各位观众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现在刚才皮弟来啊、喔，皮弟来特别来探访一下啊、喔，因为老皮明天可能还是最近这几天比较没办法啦，就是有一些东西，所以老皮陆续要把一些进度赶一赶哦、喔，当然还是开台还是要陪大家啦，不过因为有些事情啊、喔，比较自己要先处理一下。好，那就先这样了啊，那我们现在继续这个任务。我们的出现在原生虫族之中引起一阵骚动。他们现在正在集结，准备摧毁我们。嗯，正在集结，所以原生虫族吗？来，我感觉到某种东西，
某种古老的意识沉眠着。嗯，那是古王虫，一个目睹了主宰诞生过程的原生虫族。有没有这么的历史性？是吗？如果你真想获得泽瑞斯的力量，你就得唤醒古王虫。女皇，敌方的原生虫族正在附近集结，他们即将发动攻击。很好，他们想阻止你和古王虫交谈，你打算怎么做？当然是做我敌人最害怕的事。那就是你走上该走的路，不再需要指引。凯里根，你不会再见到我了。哎，这么快就走了？我想说可以操控他来玩一下，看来应该是要等到我们的神族资料片才有办法玩他了。很可惜，因为泽拉图他是一个暗影圣堂武士，他就是可以透过隐身呢，还有他的暗影刀秒杀对手。虽然血很少啊，对啊，真的是很想要玩他。原来这就是古王虫啊！想唤醒这只生物，我们必须先喂食它。还要喂食它？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有很多生物质，我们要杀掉一些剑毛兽，再命令工虫采集尸体上的肉块。剑毛兽？哦，采肉块给这古王虫吃啊？我了解了。等工虫采集完毕以后，他会把生物质拖回去给古王虫。这个是一种蚂蚁的概念啊！我是古拉克，你们这群堕落的虫族侵入了我的势力范围，我们要吞噬你们的血肉。警告，有一批飞行原生虫族准备要……哎，螃蟹！星海一的这个单位啊，螃蟹，来。重组完毕，可加入你的部队，能够摧毁原生守护者。谢谢，收到。附近大举集结，他们很可能会再度攻击我们。让他们尽管来吧。好 ，OK， 能非要凑，我就说我会玩呗，没有那么快，你们都不要那么急好不好？不知道急什么哎、欸，奇怪哎、欸，很急耶、欸、你们。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。我们出发。好，好，先去生产啊！一样，我们先把经济搞好啊。经济没搞好，就这样子打，这可是不行的。剑毛兽这里吗？这不是剑毛兽啊，这不知道什么鬼、欸？扯烂！好，杀死。时间不多了。狂暴突变。我感应到附近有原生虫族的力量，但是相当微弱。这感觉不是很强、啊。原生原之齿。强大的基因序，接近池子吸收原汁，就能提高力量。哦，我感觉更强大了，这一定就是泽拉图所说的力量。他说什么东西？有话快说。哎，这好像有点强啊。谁问你的？往前推进，有话等候指示。好，杀死了一个阿米巴原虫啊！可以派工虫采集这只剑毛兽的生物质，采集过程很花时间，工虫也容易受到攻击。我们得保护正在采集生物质的工虫。感到饥渴。好，我们先来保护工虫。来，我们必须快点取得这个生物质。什么事？哎，不过他这个真的很烦哎、欸，因为他在这边让我没办法去盖这个建筑物哦。这剑毛兽在这边其实还蛮贱的、啊，到底是剑兽还是毛兽，我都不知道了。孵化更多王虫。好，我们现在孵化更多王虫，然后待会我觉得应该还是要靠蟑螂海去打，因为这边看起来它的怪兽除了刚才第一代的螃蟹之外呢，其他都是地面属性的单位哦、喔，所以我觉得如果用地面属性单位跟它打，其实也不错。虽然这关叫我用飞糖，但我觉得飞糖感觉挺废的。美国三日游吗 ？Hello， 大家安安，好久没看我台了。安安你好啊。采集成功，正在将这块生物质带给古王虫。好，古王虫喂食秀。生物质被吃掉了，我们还需要更多生物质来唤醒古王虫。生物质被吃掉了，那就长出更多的剑毛兽。超好笑的，为什么这台词念起来那么好笑？好，这边还有啊。数量蛮多的哦，时间不太多了吧？出发，
找到剑毛兽了。如果我们想要取得他们的生物值，动作要快点。没问题。往前推进。有点强哎。动作要快一点，为什么要动作要快一点？敌人会来抢是不是？虫群感到饥渴。所以这关会有敌人去抢这个剑毛兽的尸体吗？谁也挡不了我。直播兽值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是用原生画质来实况啊。我放不化这么多蝗虫。好，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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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有钱有钱，捡。现在又怎么了？有话快说。又怎么了？等候指示。时间不多了。好，继续派这个工虫来去采集一下尸体，更多的喂食修。不还好啦，我觉得其实花了一个下午训练之后，我现在的技术还 OK 啊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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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一波来，第一波来了啊！多具尸体上收集生物质相当危险，原生虫族一定会袭击我们的工虫。没有关系。贪心，这回是你的智力上。我们的工虫遭到了攻击。我们应该派兵护送，哎呦，这样工虫才能平安带回生物值。往前推进。哎，被清掉了。他们是直接派兵来打这个生物值哦，不予理会其他东西。这个星球是我的了。好好好，是你的，是你的，赶快，先来抢一下生物值啊！对不对？这个阿鲁巴巴原虫。好了，抢了，抢了，抢了！好，不错，不错。这段是重新还是虚空哦？这段重新啊，因为老皮的重新还没有破过啊。我不能容忍你的傲慢，泽瑞斯会吞噬你。你敢就来呀！你让他唤醒虎王虫，毁掉那块肉，让他什么都拿不到。啊，你敢就来呀！一定要阻止他们，我们的部队可以拦截对方的掠夺队伍。完成。这个星球是我的了。哎，真的来了来了来了！正在破坏剑毛兽的生物值。哎呦！现在又怎么了？谁也只玩一个下午就想当 Sen， 我跟你讲，我现在不只是 Sen 啊，往前推进，我还可以当 Boxer 啦，不是 Sen 了，你懂吗，各位观众？这已经不是 Sen 等级啦，这是 Boxer 等级啦。什么叫 Boxer？Boxer 是一个是那个。韩国新来的传奇选手，可是他是打人类的，所以呢，其实我应该还是打很烂了啊，一样一样啦。我就跟你讲，老皮很久没玩星海了。布拉克的部队毁掉了剑毛兽的生物值。你的虫群只会盲从，原生虫族会杀光你们。干什么呢？不要这样嘛，喂食秀啊！现在又怎么了？好，来了，敌人来，敌人来了。往前推进。我们需要更多高能娃子。快点解决吧。等候。我们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他说：“那你当诗歌好了，台湾虫王吗？巴克斯快老死了。可是老皮这次去 BlizzCon 有看到那个巴克斯他跟。”MVP 啦，还有那个雀巢他们 PK 哦，雀巢不是台湾雀巢，也是星海选手，也是很厉害的选手。对啊，那时候真的看到之后有点感动。可是我觉得二对二的模式带他们打起来，因为他们可能能力太强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没办法打双线，那导致于说好像就还好，精彩度还好啦。其实快点解决吧。时间不多了，又在破坏，又在破坏。布拉克的部队正在破坏剑毛兽的生物值。别再打啦！指示。现在来守一波，守一波。好，我在那边先盖几个防御塔。我们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瓦斯不够哎。搞什么鬼？我方部队受到攻击。又来又来。快点解决吧。好，继续营运啊！现在我们人口呢持续上涨中。不错不错啊！这个照这个态势下去呢，我相信很快的，
我们就有超级大军压境了。我们需要更多高能瓦斯，但是我们的高能瓦斯好像还是很缺，看来应该去申请一下水电了啊，接几个高能瓦斯。最近听说这个国际能源下跌啊，哦，所以我们其实应该可以考虑一下跟这个俄罗斯买一些高能瓦斯啊，他们这个天然高能瓦斯非常非常多，是不是？是人就要跟他们买啊，因为聪明人就跟就要买便宜货啊。我们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我们取回的生物值达到唤醒古王虫所需的一半了。高玩瓦斯哦，感谢我们的 S。STURT 23456782345678 11点之后别打电话啊，因为我睡啦。好，感谢你的订阅啊，七个月，谢谢。我方部队受到攻击。好，继续啊，继续啊，受到攻击。真的很爽哎、欸，魏石秀。我方部队受到攻击。哪边打我啊？等候指示。打个屁！好，再派几只小狮子过去踩一下。现在又怎么了？有人说，可是俄罗斯的天然气不是送往中国吗？也不是这么说啦，对不对？剑毛兽的生物值正遭受攻击。哎，别这样，别这样。不给踩哎、欸！虫群永不休止。快点解决吧！快点，快点，来防守，来防守了！这边还有只小狗卡在这里。是该盖一些毒爆虫了。我们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好，防守一下。哎，工兵怎么没来啊？奇怪，我的错觉吗？要命宽容，彻底毁掉。等一下啦！又一个剑毛兽的生物值被毁掉了。你好色哦，这毁掉干嘛、啊？已经耗尽，给不给人？给不给人采集啊？有话快说。这边目前部队数量其实还蛮多的，我们可以硬压一波啊。谁也挡不了我。超限非常。部队，我们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人参虫族正在攻击剑毛兽的生物质。不要！快点解决吧。剑毛兽，等一下！谁问你了？走开！谁也挡不了我。剑毛兽要爆了！剑毛兽要爆了！我们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等一下嘛，剑毛兽，哎，送一下嘛！老皮玩哪个难度？我玩的残酷啊！因为今天下午玩的时候，他们说老皮你可不可以玩残酷等级的？布拉克的部队正在攻击我们的工虫。打屁哟、哦！哎，真的狂点呢、欸！我有点生气了啊，所以呢，我决定我一次派一堆工虫去采。来，宝贝，我跟你讲，工虫大联盟啊，什么没有工虫最多？我们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我这关有这关真有点困扰。好，站开 OK。不然就是在边边那边呢盖个这个防御基地哦，然后去采工虫，这样最快。虫群永不休止。好，杀一下。不作死就不会死，不会啦！我跟你讲，这么多，又想打，看到了啊！中途拦截，干什么？肮脏鬼！开玩笑，随军部队啊！现在又怎么了？我们需要更多高能瓦斯，时间不够了。好，先把这三个踩掉。就看一个。我方部队受到攻击。爱打哎、欸！作兴大发，有了，运送了。好的，运送中。快点解决吧。侦测到原生有机体，功能近似虫巢，能孵化原生虫族，建议消灭它。建议消灭它。哦，这样我们清掉之后，应该他们的数量就少一些了啦。欸、真的很垃圾耶、欸！不要打、啊。正在攻击我们的工虫。打屁哟、喔！我方部队受到攻击。好，这边清一清吧。虫
王朝群受到攻击，就快完成了。对那方部队受到攻击，我们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我们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原生虫族正在攻击剑毛兽的生物质。哎，我现在觉得有一种忙不过来的感觉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有话快说。其实不用特别派部队守家啦，也没什么意义啊。你派部队守家的意义不大。布拉克的部队正在破坏剑毛兽的生物质。好，行行行。我们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还有虫吗？啊，这边。OK， 好。不作死就不会死，先采集一下。难怪教官要建议盖飞堂，因为飞堂的速度支援速度是最快的。你有飞堂的话，你就不用担心说他们会一跑过来偷袭啊。这好像被我踩掉了，继续推。我们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好，我发现敌人基地了，这边推一波吧。金矿场已经耗尽，我方部队受到攻击。我们需要你要分兵守攻兵哦。要了啊！正在攻击我们的工虫，真的很机车哎！不要再打啦！好，爆了！哎，还有一大堆螃蟹啊！有话快说。我还剩下最后一个生物质啊，采完这个就 OK 了。不过我还有很多的，这个好像还没采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些池塘里面会有一些加能力的加等级的数值，可是我刚才只有找到一个，还有吗？这边原生虫族正在攻击剑毛兽的生物质。卖个趴啦！到此为止啦，堕落的虫族，我要亲手杀了你！保护虫巢。右上跟左下嘛，对不对？金矿场，我方虫巢群受到攻击。杀死布拉卡！我的部下不是原生虫族的对手。出发！大哥，你真的很强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我方工虫受到攻击，对，受到攻击。我方工虫受到攻击。麦克趴了。完了！要高潮了。这关速度很快、啊、其实没有什么机会让他那个受到攻击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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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可以空口爆啊！空中口爆术是什么东西？布拉克挡不住啊！完了！这个事已至此，投降输一半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接再厉啊！到此为止啦，堕落的虫族，我要亲手杀了你！是，来杀我！啊，卡利根再度复活。来，他们部队还蛮多的。你那些没脑的部下不是人生虫子的对手。是，您说的是大哥，啊，那你只要不要过来找麻烦呢，我跟你讲，我宝座让给你无所谓啊，你就让我跟这个原生虫族对话一下嘛，是不是？投降输一半，这句话说的很好的。看一下啊，有螃蟹，然后有大只佬跟赤蛇，等我剪一下，剪完之后跟你打。好，升级了。这些原植充满了活力。是的，我挺喜欢的。我跟你讲，这次我不会输你哦。
来。什么事？大哥，今天你的宿命就到此为止了，没得商量，没得商量。我要享用你们的血肉。死了吧，死了吧！爽啊！哎，死了吗？笑屁哦，你死了没啦？哇，死了死了死了！哦，大哥出来讲话了。我回来了。ただいます。哇，好大只哦！古王虫，我为了虫族的力量而来，为了达到目的，我什么都能牺牲。你要帮助我。你的虫群有着亚蒙的印记，那个堕落的萨尔纳加，他很久以前来过泽瑞斯。他把虫族打造成武器，把他们带走。但是我们有一些躲了起来，被忽略了。我们繁衍，我们保持纯粹。如果你要我们的力量，就要成为原生虫族，变得纯粹。哦，所以说现在的虫族是因为被萨尔纳加那群人呢改造成武器哦，所以他们变得会有个共生意志。因为以前的虫族呢，就像是一般生物一样，它不会说什么主宰心灵控制，就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群组去首脑去控制这个整个东西哦，整个族群。原来是这样子啊。